也没必要带这么多东西吧？这里面是什么呀？到那儿。哎，谢谢到那。到那你能给叔叔做个饭吃吗？叔叔还没吃过饭呢。可以呀、啊，那叔叔你等我一会儿。你饿了吧？你吃吧。哎，谢谢到那。哎，好的。到那，你这个瓜炒的好像有点问题啊。我也不知道，你自己过来看。嗯，太好吃了，刀呢，我已经吃饱了。哎，对了，刀呢，这个送给你，就之前给你拍的照片。漂亮呀！刀呢，你喜欢就好。谢谢叔叔。刀呢，叔叔和你说个事儿。怎么了？叔叔要走了以后，可能就不能来找你了，你照顾好你自己。嗯，那叔叔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？刀娜，你听过一句话吗？少时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不信人间有别离。后来才发现，原来我们已经和很多人见完最后一面了。那叔叔，你回去的路上开车慢一点。好的，刀娜，那我叔叔就走了。再见。再见，刀娜。再见。哎，到那你怎么来了？还拿了这么多东西。叔叔，你能不能带我出去啊？我想好了，我不想一直在这山里面，我想让我奶奶过得更好一点。那你和奶奶说过了吗？我已经和我奶奶说好了，我也已经想好了。行，到那，但是我们出去你也没必要带这么多东西吧？这里面是什么呀？这些东西，我们出去的话不用自己做饭的。在路上吃呀。那是能省一点是一点嘛，而且带了被子的话就不需要重新买了。也是，那咱们就出发了。好，出发。